就是伊中性的所在，伫安孝里，照伊平常的法度，伫会堂，就遐个要读，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册予伊，伊就掀开，找到迄所在，伊讲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予我传福音予送到人，伊有洗我，甲受掠的人讲，因的得头发，甲痴迷的讲。因会得到光光来解放受压制的人，全团主欢喜的年。耶稣服侍经执事，就坐伫伫会堂的众人，拢注目看伊，伊就开嘴对因讲：一个圣经的应验，恁今日有听见啦。另外一位圣经记伫哥罗西书第三章九十到十一节。哥羅西書三章九節，無得講白賊相騙，因為你已經轉去舊的人，甲伊的行罪，嘛有成新的人，就是日日換新到你的財物，才有創造以下的相，其中無有分別，基尼尼、猶太、甲的、無甲的、外國的人、西方的人、最落魄的、自由的、奴隸。基督是万物，搁伫万物中。这个读者，所以咱来读经句，经句伫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。来，伊来做来读。